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天生。现在呢，我们就随便找个杯子检查一下。OK 了吗 ？OK 的话，帮我打开它。那就再检查一下吧，没有问题的话，帮我放在杯垫上。好了吗？那就随便拿一个硬币，接下来试试看，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硬币呢，会直接穿越到杯子里面。